接下来为您播出大彰化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大彰化新闻周报，我是苏佩祖。这礼拜的新闻重点先来关心，在彰化包括山脚的中兴村，是彰化唯一保存上完整的眷村。这个现地真多年的老眷村，经由国防部和文化部补助3800万的经费，被打造成为多元化的眷村文化园区。但现在就来去了解。包括山脚中兴村眷村，就伫中山路路边高梁山寺后边。民国99年，彰化县政府将这个所在登录为历史建筑，总共4000多平面积，有66栋建筑物，是彰化县保存上完整的眷村。伫现地几啊年了后，总算是得到国防部甲文化部的补助，要来活化。现在呢，国防部总共会拨给我们经费有3400万，那第一期是在110年的1700万，先来做相关的一个紧急的一个处置。那我们也谢谢国防部在跟文化部这边也县政府这边也做了一个协商，我们也开始在从事开始它的调研，因为历史建筑物有一个部分一定要经过调研才能够做后续的一个修复的一个工作。国防部军管服务处指出，国防部选定全国有保存价值的眷村有13个，中兴村是其中一个，也是最特别的。13处的文化园区之一，当初会选定，一定是有它保存的价值。要不然的话，我们其他39处的文化资产，不过就是地方政府依照文资法来做指定，那何必又把中兴庄列为13处的文化园区之一？绝对是有它的代表性。诚如刚刚县长所讲的，介绍他早年这个大刀队的历史。事实上这个的确是令人非常感佩。文化局指出，中兴村眷村文化园区将规划故事馆、新创基地等多元空间，而且融入眷村饮食，那也是新创基地示范点，更加是民众日常的休闲空间。大彰新闻张向彰化采访报道。中央政府开放含有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进口，地方政府无法阻挡中央的政策，为着避免学生食到有300斤的猪肉，彰化县政府就来采购莱克多巴胺的试剂，让学校的厨房针对肉品进行检验，保障学生囡仔的健康安全。那我们先帮吸取我们的一个肉汁，好，放在我们的这个 S。这个小小的圆圈，学校营养师示范要安怎使用试剂来检验营养午餐的猪肉是不是有300斤。然后呢，如果出现2条线，就表示是符合的；那如果只有1条线，就表示不符合。校长讲，学校有家己的厨房，提供学生营养午餐，除了要求厂商要确保各项食材的安全以外，学校也无定时在抽验。我们这个不定时，只要是几乎每一天发现肉品有一些余力，或是我们不定时的对我们的这个肉品都会进行不定时的这个检验。管护教育处指出，彰化县政府明定校园营养午餐绝对袂使用有300斤的猪肉。为了进一步把关，1月份开始嘛，大量采购试剂给学校。彰化县政府哈，为了守护孩子哈的一个营养健康哈，那所以呢，我们特别针对哈在营养午餐的部分哦，那除了要求厂商需要有我们的一个食材来源的一个管理之外呢哈，我们也针对我们的一个学校哈有配发来剂的一个试剂啊，也就是说，当学校呢针对这个食物的这个食材哈有疑惑的话，或有疑虑的话，可以针对这个来剂来用这个来剂来做一个测试，那这个做一个初步测试，那如果它的一个检验是阳性的话，还可以再送我们卫生局做专业的一个检验。教育处强调，管护政策真明确，针对校园营养午餐的食材，都会严格把关，只要被查到，厂商唔来被罚款，卖被终止合约，甚至是永远袂阁采用。大彰新闻张向彰化采访报道。
新港大同国小篮球队身材条件并无特别突出，不过靠着这十八个基本动作，克服天气、场地等环境来练习。最后，伫个冠军杯篮球锦标赛，是再度将五年级男子组的冠军抱回来。新港大同国小篮球队，不管风有多大，天气有多冷，都未打消因对篮球的热情，继续投入篮球的活动。也因为因困病困吃苦，即届伫冠军杯篮球赛再次摕到五年级男子组的冠军杯。这都要感谢郑明老师365天陪伴孩子早中晚不间断的练习。虽然过程中孩子们来来去去，有时会让教练很伤心，但是也看到孩子们的努力，得到这样子的奖杯回来，那样子的欢悦也弥平了伤心的这一段。我想这就是教育人的大爱。学生们他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也许有时候会觉得累，有时候会觉得辛苦，他们也会想逃避。可是我一直跟他们讲，你们如果想要赢，你们一定要努力。如果你们不想赢，那放弃没有关系，教练也没有问题。但是学生们他们都觉得，他们想要能够再为学校再抱回一次冠军。终于在今年，我们又达成了目标。经过了日积月累的练习，很开心可以带领大家拿下这座冠军。之后我一定会更努力的拿下2连霸。这次打败彰化县无敌手。之后我一定会更加努力练习拿下2连霸。吴美君校长指出，台东国小的囡仔身材条件并不是上好的，但是因为伫风头水尾地区，所以台东的学生比其他同龄的囡仔更加当吃苦，意志也更加坚定。也非常感谢郭建明教练不怕辛苦，陪着囡仔练球、世界比赛，台东篮球队才有这么好的表现。就中华新闻叶宏武、新港彩虹报道。好比完璧社区妈妈土红舞队真厉害哦，成立7年，常常去各地表演。广告回来，咱做回来欣赏。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大医院张尚纯医师。自从武汉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许多人为了你我的健康，配合政府居家隔离或居家检疫的防疫措施，而被限缩了行动自由。我们不应该害怕或排斥这些配合的人，要多给他们一些支持与鼓励。同时也提醒居家隔离或居家检疫的民众，请配合政府的规定，确实做好与外界隔离，以保障周遭亲友与社区的安全，也免得受到处罚。不管疫情如何变化，大家都要有正确正向的态度，不要彼此贴标签。我们要互相包容，互相协助，才可以守护台湾的健康。后个月就要过新年了，何必刚到社区的祭典也开设彩绘花灯的课程，由老师带领长辈，做会将吉祥话甲过年的元素画伫咧花灯顶头，作品充满喜气，嘛真有个人特色。何必刚到社区祭典的长辈学画图已经过了年，即马每一个人拢真厉害。社区为着让长辈学习多元的画风，拢会聘请无同款的老师来教长辈画图。苏老师他带领让阿嬷去参加彰化市公所的一个街灯比赛，就是把阿嬷画的灯笼会带到彰化市。那这个苏老师他常常也自费给材料或者给什么来帮忙这个课程来完成。雅沟社区的据点很温暖，啊，充满了笑声哈，啊，包括我们的生长者会来这里，然后我们的阿嬷就是到处都是有我们的。欢乐，我们
我每一节课都有很精彩的表现，有时候很运动的，很健身的，啊，有时候呢就是针对文创的部分，连那个画画都可以不同的老师给不同的风格，他们照单全收。我会去上网找一些牛年的图形，或是说，哎，老人家他喜欢的鱼啊都可以做，然后我们是先给老人家他们先画他们的草图，草图完了之后再着色，那一层一层加上去这样子，然后让老人家去欣赏美的东西，像颜色，红色、蓝色、黄色，他怎么去把它画得很漂亮。阿公话特别过年啊，老师也特别设计画花灯的课程，让长辈家己发挥创意，在花灯顶头画上家己创作的图样，无论是牛也是鱼，大家拢画甲真欢喜。今天画第三届了，昨迄落迄天画一马，啊，拜个画一马，啊，今仔写年年有余，搁写名写一煞歪去啊，三届，啊，画无好算嘛，就算啊。老师来咧教，咱就罔算啊。系啊，皮啊较好画啊。啊，有啥物吉祥话？啊，皮啊是啥物意思？啊，凊彩画啊，啊，就事事如意啊。苏秋娥老师表示，长辈创作花灯会做会客到彰化市公所参赛，有机会会当伫彰化市街啊，看到一挂阿嬷的作品。到彰化新闻也丰富，何必彩虹报道。要安怎将社区内底特色推广出去？博岩乡西湖社区特别向彰化县政府社管处申请补助，将社区活动中心头前的闲置空间做整理，打造成为好聪明园地。所谓布置设计、甲葱啊盆栽，都是志工甲阿公阿嬷动手做的，希望会当提供村民一个休闲的所在，嘛替社区的活动中心带来无同款的气氛。西湖社区时段骑着彩球，布置好聪明园地。都安尼一日了，就大家安尼人多啊，就大家一人做一项，一做一项，啊做做讲水水安尼啊。啊，咱着做啥物好？安尼若无一定讲做过几项的工作。啊，安尼讲园长安尼有水无？有啦。有啦。啊，怎讲？嗯，啊，大家用心嘛。画面当中，一挂桌啊、椅啊，以及聪明龙，拢是社区志工甲时段做伙分工合作布置的。边啊，搁栽种五种品种的葱啊，摆啊顶，搁有详细介绍。整个树叶都是一直飞，一飞，因为老人家嘛，我们的志工就常常每天都要整理啊，因为就是说，县政府就是他有在改化我们的那个绿化。他现在就是县长有在改划这个绿化，我们就是说以他们的提议，我们就是把这个啊，干脆就是把这个哎，做一下绿化一下。第一可以保护了我们老人家那个来的话，就是他的眼睛可以保护好。第二我们要以葱为主，我们第三就是说把那个椅子改为绿色的原因，就是看起来就是很抢眼，可以保护眼睛。这，啊，给老人家在休息的话，他看起来就很舒服。我们以葱为主，就是不要那个死板板，就是给他用一些那个我们那个活跃的葱种下去。来的话，给人家讲说，你们这边有几个葱，我们就是不要讲三星葱，因为我们这边是五星葱，所以我们就是给他说一一的排列这样子，也用这个我们这个葱明龙，就是以那个葱为主，就是因为。看起来它就是有一条活生生的一条龙这样子，看起来就是生生不息。西湖社区从因地抗地变成好聪明园地，除了提供休困的功能，佮兼顾社区美化人本，也来成为西湖社区的在地特色之一。台中华新闻林桂英播音采访报道。来看这顶妈妈真古锥哦，何必完璧社区的土红部队成立已经有七冬的时间了。除了在社区办活动的时阵担任重要的表演嘉宾以外，嘛常常受到邀请到其他的活动现场演出，成员是愈跳愈少年愈活跃。前踏山海寺，右边走。土红舞是一项非常受到婆婆妈妈家业务的活动。何必完璧社区的土红舞队已经成军七年了，大家学员是愈跳愈少年，愈学愈活力。动作吗？动作是，当然我会
搭配不一定，有时候就是慢一点的啦，譬如说今天的课我们就比较快一点的啦，恰恰的动作、其实他们这几年来他们很多那个舞蹈的基本动作他们都学得很好，都很好了，所以现在他们每一首新舞几乎很快二三十分钟就全部把它学好了、啊、大家出来跳舞身体比较好啊，啊有时候开开心谈谈话很好啊。五和六七八学员踏着很多脚步到顶来学跳舞，每一个人是越跳越少年，各有舞越动，小姐来参加社区的脱红舞班。哎呀，都要加减加减跳，这样跳身体健康多。就想说让他们来动一动，刺激脑部比较不会退化，而且出来每个人都越跳越年轻，像老师一样越跳越年轻，教得很好啊啊，所以大家聚在一起啊都很开心。本来拢是搞户外，因为今仔较寒，所以刷来咱社区里来。诶，咱班队有做妈妈，嘛有做阿妈，嘛有做阿祖的，所以这是做好的运动。所以嘛是咱原滨社区诶，从理事长成立到今嘛，上悠久阁上优秀的。诶，每项啊要表演，因拢真踊跃来参加。诶，希望咱原滨社区的土方舞会当将青春活力继续保持来跳落去。原滨土方舞队除了伫社区办活动的时阵负责重要的表演节目以外，也常常受邀到外口演出，表现相当优秀。多种华新闻也丰富，何必彩虹报道。这礼拜报道台湾话，来看陈美雪老师要教咱讲什么趣味的台湾话。欢迎大家到阵来学台湾话。今仔日的艺术是掠讲，掠讲就是发信地，主要是咧表示正愤慨的状况。咱来看例句。阿母看到我的分数，一定会抓狂。再来是俗语，小妹无好嘴，小怕无点味。这句俗语是在讲，冤家也是小怕的事。双方已经失去理智，会做出什么代志，是让人料想不到。保险乡南新农村花海节一年比一年更加精彩，稍等一下带乡亲来去欣赏美丽花海。大家好，我是青沙山律师，假消息就像传染病强人，必须要大家小心面对，将莫对社会中扩散。你可以用以下方式掌握公开透明的疫情消息：一、看疾管署全球资讯名；二、加入疾管家官方账号；三、关心疾管署免受专业；四、收看疫情记者会直播。如果你收到来源不明的疫情消息，请用以上方式查证，千万不要随便转传。散播有关流行疫情的谣言或者不实消息，最高可罚300万元。疫情期间，请强下努力，团结假消息。的影像制作团队，多元频道的广告脱播，开拓新频道直播专线04-711-9440，711-9440。给文消息，
在彰化县创立一家子的光新阁江中剧团，得到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开枝散叶支持计划的支持演出，要在1月23、24号两天，在园林演艺厅发表最新作品《大侠百草翁之金光飞跃大对决》，要来展现金光布袋戏真强调的灯光甲声音的效果，佮伊传统戏剧的民众爱把握这次欣赏的机会。金光布袋戏的声光音效是上吸引观众注意的所在，就因为金光布袋戏充满各种声光效果以及无限制形式的各种配角。这回要甲观众来分享的最新作品当中，就当体验到丰富多元的配乐。小时候一直都跟着父亲他在演金光布袋戏，我一直觉得这个金光布袋戏的配乐它太多元了，那么交响乐、演歌、台语等等都可以运用。那我觉得当初会这样子跳脱，从北管音乐跳脱到现代乐，它是有一个过程。那我希望透过这部戏，把这个一出戏里面把这个过程跟它的运用，包含它怎么样去缔造那个气氛、人物的强化，怎么去运用它，在这部戏把它呈现出来。文化局指出，光新阁是咱彰化县第一个得到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开枝散叶支持计划支持演出的布袋戏团队。1月23、24号两天，要在园林演艺厅来发表最新的作品。这一次呢，就是获得这个比赛名额的部分，全国只有5个。那彰化就是我们光新阁哈。那这一次呢，非常难得，它全新呢一个创作，耗资百万。那这个除了传统的文武场之外，也结合当代的国乐团，声势浩大，欢迎喜欢戏剧的乡亲朋友踊跃购票入场，支持我们彰化优异的团队。文化局强调，光新阁是九十万亿开几百万的制作成本来完成作品的布袋戏团队，这回演出将融入现代多媒体声光技术，是一场真难得的传统戏剧表演。大众新闻张向雄华采访报道。保阳乡南新农村花海节马上就要在1月9号登场了。1.3公顷的波斯菊、日头花、甲油菜花等美景，色彩美丽花海，让人看了心情真好。今年除了特别设计花草的动向以外，保阳乡公所也来布置真多稻草人，让民众会当翕相打卡，打造农村新亮点。大约1.3公顷的花海田有向日葵、波斯菊等花卉，另外还有 Q 版雪人、牛蛙、香菇、金龟等造型，提供游客打卡翕相。虽然现在花开得很旺，不过我近一看很多花蕊都萎去，原来就是前几天的寒流，花蕊都冻伤，让村长说他们是这波寒流最大受灾户。今年天气我们算是最大的受灾户了，就是上一波霸王寒流，本来是真正水的波斯菊，本来真水的一个花海，结果霸王寒流了，可以说面目全部改色，改色去了，像我们是很大的所在户，这是这一点比较可惜一点。保阳乡南新农村花海艺术节1月9号登场，保阳乡公所今年又专工搬稻草人的装置艺术来到现场布置。做的装置艺术就是做了一个黄金牛头，然后从那个高架上面拍，会很漂亮。然后今年我们有很多的装置艺术，这是一些比较创新的。然后元月9号活动当天呢、啊，会有很多的团体来这边表演，啊、也很嘛好食诶，好耍诶。还有我们这边的那个社区哈，婆婆妈妈也会提供那个挂吊花盆，挂吊花盆就是咱农村啊，就是古早味的挂吊花盆，欢迎大家来体尝。南新农村花海艺术节一年比一年精彩，除了美丽花海，现场阁真侪精彩表演节目，加农村美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与。多种华新闻林桂英播音采访报道。鹿港都市艺文中心按今日开始到2月7号推出“花日一瞬”人格花草的日常美好瞬间展览。现场的永生花看起来甲真花真相共，经过特别的药水加工，保留青花自然形态，唔免淡水就会当长时间维持外观，看起来相当有质感。
美丽生花，外形色彩搭配甲真水，这是现在上流行的养生花。不雕花其实就是把花蕊当中的油分和水分抽离，注射保存液，让花蕊停留在你最美的模样。有别以往大家对于就是干燥花比较常见的印象，我们这边就是有蛮多就是永生花可以跟各位做欣赏这样子。那我们的永生花它主要就是经过一个特殊的药水，让我们的花草可以就是永久的保存。那我们的展区呢，主要的结合呢是跟我们的日常去做结合，让大家就是来参展的时候有一种非常放松，然后又非常具有美感的一个感觉。那乐冈镇图书艺文中心按现在起到6月7日推出花日一瞬迎接花草的日常美好瞬间展。乐冈镇长柯志宏也来邀请乡亲来到这感受永生花的花艺艺术。林志仁老师带领他的所有的一些学员，大家共同策展的花日一瞬。也当讲哈这个题材非常好，也当讲咱新鲜的哈，这些花朵透过一个保存液的一个技巧的一个的一个技术上，把它做成一个好像是不老花，也是一个不凋花。那一般我们看到的这个时候，常常看到是一些干燥花，但是今麦一直这个花影一直在延伸。所以老师特别以这个展期跟他来到乐冈来练习讲吼，今麦有这种的技术，能够把新鲜花材能够让它保存得很久，尤其给他看到现场吼，老师嘛非常的用心，跟学员用心的一个策划，把这一的一个题材也让呈现更不一样，包括在送礼上可以搭配这个不老花，也让讲把这个礼物提升也当讲升等的一种感觉。今日春节特别到了，乡亲也会当将永生花放伫厝内，增添节庆气氛。罗中华新闻林桂英罗更彩虹报道。来关心拜六礼拜气象，寒流由原真强，各地头拢会真冷，民众出门一定要加脱衫，注意保暖。明仔中华地区的气温是8度至13度，来关心其他地区的温度预测。以上就是今天的大中华新闻周报，感谢乡亲朋友的收看，我是苏佩祖，咱再会。一个好的居住品质最重要的就是安全感。新平道的 Home Security 社区监控就像是防护罩一样，让我们住得很放心。系统操作很方便，用手机或平板就可以随时知道社区的各个环境状况，随时随地掌握社区安全，还可以用999频道同步监看所有的画面。
开播新频道 Home Security 社区监控，一通电话安装到好，快播0809-009-658。广告脱播最好的选择就是凯擘新频道，因为我们收视户最多，价钱最公道，宣传最有效，让您业绩抢抢棍，公司发大财。广告直播专线7119440